好，我们来看这道题。甲乙两车分别从 A、B 两地出发，并且在 A、B 两地间不断的往返行驶，那么肯定会相遇或追击很多次了。所以这个就属于两个人的多次相遇追击。现在已知甲车的速度是15千米每小时，乙车的速度呢是25千米每小时。那么甲乙两车第三次相遇地点与第四次相遇地点相差了100千米。问甲乙两地的距离是多少千米？其实像这道题，你会发现，首先甲和乙的速度都有了，那么自然他们之间的速度比例也就有了。而我们能够知道的，就是微甲递上微乙，应该等于15比25，化简一下，也就是3比5。而我们又知道，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应该是合着走了一个全程。所以全程甲走3份，乙走5份，那么全程就是8份。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就把全程画成8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而在标记的过程当中呢，因为甲和乙肯定相遇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地点，所以只标记一个就 OK 了。比如说我就标记甲，会发现第一次相遇的时候甲走3份，乙走5份，所以甲乙的第一次相遇地点应该发生在这里，而此时甲是往这个方向走的。当然了，同学们也可以结合我们画线段图的这个技巧，会发现第二次相遇的时候两个人是合着走了3个全程，然后第三次的时候是合着走了5个全程，所以他每次合走的都是这种2n-1个全程。那同样的道理啊，合走一个全程甲走3份，3个全程甲应该走9份，也就是再走6份。所以此时我们要做的就开始数数了，甲要走6份，那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所以第二次相遇地点会发生在这里，而此时方向是往这个方向的。接着继续，第三次的时候是合走5个全程，也就是再合走2个全程，此时甲应该再走6份。当然同学们也可以自己去画啊，甲没走3份，乙就走5份，甲再走3份，乙再走5份。那你看看上边画甲，下边画乙，一样可以把他们的相遇地点画出来。好，那接着再走6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是他们的第三次相遇地点，此时是往这个方向的。接着因为说的是第三次和第四次啊，所以还得找第四次，继续再走6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以第四次相遇地点应该发生在这里。而我们知道第三次在这儿，第四次在这儿，他们之间差了1、2、3、4，差了4份，而4份所对应的应该就是这100千米，而全程是8份，那你说全程是多少，自然也就出来了。所以像这种知道了两个车的速度，或者知道他们的速度比，而往返不断的在相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分化分数的办法来把它解决，标记出每一次相遇的地点，那自然在哪就一目了然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详细的解题过程。设全程是8份，第三次跟第四次的相遇地点相距4份，所以 AB 两地的距离是200千米了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来看下面一道题目。甲乙两车分别从 AB 两地同时出发，在 AB 间不断往返行驶，甲乙两车的速度比是3比7。然后又说两车相遇的第1996次和第1997次的地点相距120千米，然后问全程是多少。这里面呢，在画这种线段图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了，就是它所谓的相遇包括了什么呢？就是这种迎面相遇，或者是在顶点的这种相遇，顶点的相遇既算迎面也算追击的，所以此时是算上，但是那种在中间所发生的追击是不算在里面的。而这里面的第1996和第1997指的就是这种迎面相遇或者是顶点相遇，而不算在中间地方的追击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清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这道题怎么做呢？同样的道理，都已经告诉你甲乙两车的速度比是3比7了，所以我们在画图的时候自然一个画3一个画7，那全程就应该是3加7的10份。好，
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嗯，好吧，那这边再画一个。OK， 十。因为啊，这个1996和1997的次数特别大，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标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点点耐心。你会发现一共就这么几个相遇的地点，所以它总会出现这种循环的。那么我们来，第一次甲乙的速度比3:7，所以甲应该走了三份，一二三，也就是第一次在这里。接着每一次都走三的二倍六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所以第二次发生在这里。接着从这儿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三次发生在这儿。再接着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四次发生在这儿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五次在这儿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次在这儿。哎，有同学说循环了，真的吗？这时候你要注意啊，我们所谓的循环不但是你的地点要一样，你的方向也得一样才叫做循环。这是第六，五是这样，六是这样，方向不一样。好，接着开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七次在这儿。继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八次在这儿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第九次在这儿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十次在这儿。继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第十一次就和第一次同一个地点，同样的方向，所以它应该是十次作为一个周期了。好了，找到了周期，那剩下的就好办了。第1996次应该是除以十以六的，和第六次是一样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而1997除以十与七，所以应该和第七次是一样的，第七次在这儿，好吧？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，中间一二三四五六，中间隔了六份，而整个应该一共是十份，所以总共的多少千米也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做这道题的时候，只要知道速度比，我们把图画出来，再有一点点耐心，千万不要数错了。在标的过程当中，最好上下分开，把它的方向标清楚，这样就不会错误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这道题的详细解题过程。这全程是十份，相遇地点呢是以十为周期进行循环的。1996是于六的，1997是于七的，所以它们之间差了六份，那两个地点之间。所以最后得到的是120除以6再乘10，那么全程就是200千米了。